听说咱们小镇要有一个疯狂赛车的比赛，你们听说没有啊？哦，天哪，我本来是个火车司机，这赛车肯定没问题。呀呼！啊，我以为这是谁呢，我可是上一届疯狂赛车的冠军，要比谁快，你还是开着你的火车来追我吧。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这个孩子的家长是谁呀？有人吗？不行，我得帮助这个小婴儿。喂，是汪汪队吗？我在西街看到一个找不到妈妈的孩子，赶紧过来。兔八哥，原来是你呀，你不是比赛的吗？是，我是比赛呢，可是看到有个小孩在这儿，我也不放心走呀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最好了，你赶紧比赛吧。这儿呢，我来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好的。我先走了，让一让。哇，太棒了，真是太棒了，我赢了。我们都知道你赢了，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兔八哥没有赢你吗？以至于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吗？他比不过我呗。你难道没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吗，爸爸？佩奇，兔八哥是路上救了一个小宝宝才耽误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你赢了比赛，可是你却输了。爸爸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恭喜你了，贝奇，我是技不如人，我甘心输。不是你赢了，你才是真正的冠军。小朋友们，这里是酷玩工厂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故事，喜欢我们的玩具的话，大家一定要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同时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也可以给橙子姐姐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期节目更精彩，拜拜。